好嘞，刚才看完小狗的表现，现在来真的要来看看我们这个篮球记者徐兆伟的表现了。今天篮球达人小夫老师要教我们的超炫假动作技巧，分别是鬼之胯下跟雾里看花，让你可以过人于无形。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篮球溜一下，一起来看。小夫老师要带来是鬼之胯下以及雾里看花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现在是农历七月吧，我现在就教这招鬼之胯下来应应景。要用的时候，先跳，对，然后转身把球旋下去，然后让球从前面这样转出来，然后球一下去马上再跳回来，一样用右手接球，右手旋球，右手接球，一、二。雾里看花这招就是首先运球嘛。然后运到你手心那边是手上面，然后把球绕到对手的后方，另外一只手接住球，然后往上抛，原地抛起来，然后冷跑，把对手带开，让对手以为你要切入。就篮球溜一下，每天让你很 charming 的溜一下。